南韩团体 Super Junior 银赫稍早使用新冠肺炎 COVID-19 快筛验出阳性结果，稍早公司表示他已做 PCR 检测第二次检验，正在进一步等待结果。据电视台相关人员透露，银赫今20日感觉到身体有异常，因而用快筛进行了初步的检测，结果是阳性。不过因为快筛准确度经常会有误差，因而立即做了 PCR 检测，公司表示现在正在等待检验的结果。银赫若是确诊，将是继神童、始源后 Super Junior 第三人中标。银赫在17日参加了综艺节目《Running Man》5年特辑，而现在快筛验出了阳性。听到此消息的 ERM 工作人员，当时录影的刘在熙、哈哈、池习辰、宋智孝、金钟国、梁世灿、全昭明等班底以及工作人员等都将进一步做检测。而刘在熙的另一综艺节目《玩什么好呢》当然也是陷入了紧急状态，因为刘在熙与哈哈都是固定班底，今日也有录影，因此其他班底例如美珠、郑准夏与申凤仙都要进行 PCR 检测。